人拄啊要做生意啦，要做迄落啦吼，来就是退开，就是迄个物件。是是是。算了到地，大对公司大发财。啊，我甲各位个报告者，拄啊吼，咱这个林大叔咧讲，也有请到咱全台湾的专利，而且又那有申请到咱这个中国吼的专利，吼，哎，你拄啊吼。拄啊，这个录音有断去啦！啊，你拄啊，迄个说明哥吼讲者，安尼补充者。我讲吼，这个大陆吼国台办有来我家，哦啊，所以这个纸牌本印章，所以银行我这个写章，都是有甲我买断去，哦，有甲我买断去，买18,320粒，哦，啊，所以吼印的这个因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天安，这个算天安门的三位啊。嗯嗯嗯。对啊，哦，有印人的 logo， 哦，啊，但是就是大家销售了，真啊袂歹。哦，安尼好。是是是。啊，我卖代票，就是讲一粒面，咱的代票13,000，哇，1,350块。嘿，1,350块，是。啊，因大陆卖换算。迄个钞票，哦，迄个人头纸，人民币，人民币13,500，是是是，500块，是是是，好，啊，以上吼，咱这个感谢咱这个明基实业社吼，大老板，哦，啊，咱这个聚宝人的大师林清河林大师接受咱的访问，感谢，谢谢。